早安，欢迎来到铭记在英国的 Vlog One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记录我在英国的生活了。其实今天已经是我开学的第二周了，上一周实在是太混乱了，就是包括我生活啊、家里住的地方、学校，一切，我真是太混乱了。我还没有 get， 我还没有适应好，就是在路上 Vlog 的这个习惯，还是很尴尬。上个周末周六周日两天，我觉得我每天都睡了14个小时才睡过来，就是哎，真的太累了上一周。不过这一周有一点满血复活了的感觉，然后今天又是周一了，我们可以一起去上课啦。因为我现在上的是预科的课程嘛，所以每天的课表是一样的，就是早十到每天的下午4点。我住的稍微有一点远，所以我可能7、8点就要起来，如果住得近的话，这个课还是一个很舒服的时间。然后我们班里有好几个日本小弟弟妹妹，他们是交换生，就是大三的毕业生过来读一下语言，然后来这边交换大四这样。所以他们每天中午都会带那个自制的便当过来，超可爱的，就是早上中午都会带便当。然后我同桌也是一个日本小妹妹，然后我跟她说我之后要挑战每天自己带一下便当，但是我现在家里就真的是什么都没有，喝水的杯子都没有的那一种。上一周一直在吃，就是超市的一些东西啊什么的。哦，他真的已经吃不下了。就是我们学校附近中午有1个小时的午饭时间嘛，然后你也不能出去，就是真的坐下来那么很正式的吃，就只能去学校附近买一些，就是我们学校附近的简餐，都是日餐。哦，那有一只孔雀站在阳台上，天哪，大家看得到吗？那是真的吗 ？Ampton， 刚才说到哪儿了？对，做便当，但是我们家真的连喝水的杯子都没有，然后就是刀，就是带了一把急用的刀过来，然后剩下就是一些急用品，然后杯子都是在用纸杯那样，所以今天当务之急要先去买一些盘子碗啊、餐具啊这些必备用品，然后再考虑有没有时间做便当吧。不过大家真的就是如果想减肥的话，来英国就好了。我觉得我这两天已经快吃吐了，每天都是凉的那个，就是英式日餐，啊，真的很难吃。但是我也不是很想吃什么三明治啊，就是完全西餐的那种，我也不是很想吃。啊，好难过呀，每天真的不知道吃什么。我现在先去学校，今天早上还有一点东西要写一下，然后我们10点上课，1点就下课了，又是午餐时间了，所以早上一般也吃不下什么。那我们就到学校再见吧。我们学校在摄政街这边，所以其实就是地理位置还是蛮繁华的，但是都是购物啊什么的，也没有什么吃饭的地方，所以每天哎呀很苦恼。而且因为学校太在市中心了，所以房子也特别不好找，很难找到学校附近的。我还晚到校，就真的没有合适的房子可以住了。我只能等下学期再开学的时候看看有没有人退掉房子，然后我才能住进去了吧。我们去吃什么呀？吃点什么？好冷啊！哎，你们要不要来 follow 一下我的 channel？ 营业一下，开启一下营业模式。好多人啊！Thank you. Thank you.
吗？我的筷子只有一个袋子，里面没有筷子。我的筷子它只给了一个筷子的皮，没有给我。真的假的？我这个是个美的产品。天哪，我都多久没有吃过炒饭了，居然来英国吃了炒饭，真感动。7磅多的炒饭，太值了。我觉得我还没有到买这种装饰品的时候，我要买实用性的，我要买生活必需品。哇、哦，好好看啊！好了，可以开始做饭了。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两条。
신가스도 엿먹